白头发，追踪是最高，可是我看他下来了，开撞！完了，我游戏真的 bug 你哎，重我开不知道。吧，反正你就重开啦，反正这这个退出还可以加进对啊，这来啊，还可以加进来，赶快上退出！笑死！你再不退，等下就没机会。来来来。咕噜咕噜咕噜！给我你的头啊！嘎啦嘎啦！啊！我要是换锤子啊，就是打这只不用。换地图的时候再换吧，你要先换它。好啊，它不会换地图啊，它不在这边啊。不是，就是它飞，哎呦，怎么说？它飞起来要走去的时候换啊，我们在那边等就好，不要骑过去。啊。它应该换到下面那边吧？对啊。不会一直在上面这边。最后一关。啊，电电了！宁波的肉质好容易变硬哦，我明明才刚软化，很快就硬起来。等一下，拿了狩猎笛之后，开始不会玩游戏了。对啊，又硬了哈，刚才软的。对啊，自己都是。
到刺骨。哇，他是不是闻一声？喂，哦好，太痛了吧！白起直接没。对啊，他飞了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回去换？好啊。哦，我不要下去就好了。刚刚那个没有大 ED 是不是会直接死？干嘛？我说看他满血直接挂掉。嗯。虽然是好险，林北是长枪哎，不然我也死。现在玩戳戳乐，可恶他们。走了，可以了。那、已经进了吗？我们到了。没有人支持我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好，我的快姐姐。假设这个地图有毛吉，是不是被吓跑了还会再出来、啊？不会，也不会了。嗯。哦。我那时候就是吓到一只毛吉，结果它就不见了。可以撞。等一下，你撑一下，你撑一下。哦。我勾上去被撞下来。这是假强还真强？啊、真的。又在撞哎、欸，可恶！好电呐！这是真强，哦，抓尾巴飞翅膀真的是很屌哎、欸，这个设定真的很棒哎、欸。只要陆续去上钩黄金鹅啦，走开！让我走。张伟，是。啊，不是啊，江江嘞。我比较担心我们的战友。不知道他干嘛嘞？就是他应该是被电可走了、啊。嗯，顺便去清猫的东西吧。你不要说你刚剥完皮了、哦，我没剥、啊。可恶，怎么可以追追你？靠！我才刚起来。哎呀，被电了！狂眼，尾巴尾巴，
叮。我想信。你想听吗？听什么？这是大林卖玉的声音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这边大丁是林卖玉啊。你又知道了？哎，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还需要你讲？啊，干对呢。进吗？对啊，我以为他在上面。好了。好。走起。他把一只草食龙打死了。我突然好饿哦，发现我没有吃东西耶。我喷到，喷到，喷到！他撞到什么？浮棉啊！浮棉没倒哎、欸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欸，还是他刚飞起来、欸。我困了，再见了。好，我跟他叫。我又困了。他又睡了，太困了吧！找石头啊！他昏了，他昏了。我睡了，我睡了。Nice！ 我又困了。哦，这个区域也太困了吧！我拉出来，那么好困哦，好恐怖哦！真好困哦，他那么好困呢、啊。失眠的乐园，我有啊，只是你叫我离开这边，我就。小孩，
活蹦乱跳的。活蹦乱跳。活蹦乱跳。是去哪里？那个 bug， 你说撞下去，撞空气吗？对啊，刚感觉撞空气，也不像是撞到。在哪里啊？在下面吗？你一号林地出来左转就到了。我看看。怎么不直接从一号营地？真的啊？我调个气头就好了。好，看来知道了。走吧。睡觉。嗯。哦，怎么又是你？哦，这好困。资源切割刀，水资源刮胡刀，水资源刮胡刀，还可以撞，还可以撞，哇，打在手上，哎呀，没了。没了，靠你们了。这边过得去吗？我会打在翅膀上哦，会撞到一下。我要睡了。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。在脸上还会滑下来。我睡了，好，我起。嗨，你还来得及？哎，不想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被 gank 走了。吸猫吗？不是，是我妈。我妈说要把我 Switch 搬到楼下，她要玩人。她玩生还者？健身环。哦。
左边来了、欸。有等他吗？你要等他嗎？ 我在外面了，可以了。来啊！啊，直接进去。好。